北斗导航好呀，它首先行子拨的直，现在都是机踩棉，它顺着行子拨的直直的，它踩收也踩得干净，便于这个机踩。像以前那个常规机子拨的，它不是拐来拐去的吗？它中间有些地就浪费了。用这个导航系统拨出来的棉花，它是行距很正规，